倭瓜矿工，一个非常奇特的僵尸。当他靠近植物时，会把植物砸扁，并且当他砸扁植物后，还会有概率扔出僵尸。那如果他获得100万血量，哪些组合能打败他呢？组合一，80个绿宝石投手；组合二，2发全屏钻石菇；组合三，6个加强发射器；组合四，1个钥匙草；组合一。组合二 ，Lady Go。组合三。2000 years later. First blood. Double kill. KO. 组合四。